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实验性水墨画的品质与表现的课程。我们继续上一节，介绍吴冠中90年代以后黑色时期以及整合时期的作品。吴冠中创作的第三个阶段，进入90年代，吴冠中的水墨实验更加开放，他已经熟悉了水墨性质，他可以自由地去生活中发现美，可以自由地用水墨表达出来。这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10多年，吴冠中的水墨艺术已经远播海外。作为艺术家的吴冠中没有在荣誉和名誉面前停下脚步，而是继续在现代水墨绘画中开疆破土，贡献他的才能和智慧。我们回到他的作品，这一幅创作于1991年，与80年代有所不同，他开始在画面上用很多重墨，也就是深黑色的墨，这种宽型笔占据了画面的主体，色彩也更艳丽，穿插其间产生了明亮的对比，画面上点线面的形式很纯粹。他说这种画面的来源是去渔港观察所得，渔港的船帆、桅杆、绳索给予了视觉想象，为此他跑遍沿海的海港，从北部山东的烟台到南疆的海南岛去写生，获取创作的素材。这一幅创作于1992年，题为张家界。看这幅作品不会让我们想到任何一张传统的山水画，这里是如此的欢快，宛如黑白灰色、橙绿黄色合奏的乐章，墨黑色浓重沉稳，银灰色轻柔平静，橙黄绿色跳跃。再看每一笔依然有力透纸背的水墨品质。这一时期吴冠中也没有停下油画的创作，他说在传统的意境美领域中，传播形式美的因素，或者发掘发展其原有潜伏的形式美因素，说时容易做时难，我背负着沉重的画具，从东海之滨到西藏高原，数十年来踏遍祖国大地，在油画中探索民族风格，人民喜闻乐见的新形式，西方人同样能感受到东方的审美情致。我们看到在油画中，他在西方绘画语速里寻找东方之美，同样他也在水墨绘画中创造西方现代艺术之美。这幅作品创作于1993年，画面上不留空白，而是点上的白色，墨韵成为画面的背景，近期水墨淋漓的效果，这是传统画的特征，但却是现代绘画的视觉。笔线隐没在墨的深空里，不是笔笔分明的表现，而是浑然一体。虽然整个画面布满了深黑，但黑色没有成为主体，主体是白色，由白色的大小不同形状的点构成了画面的视觉结构。这幅作品创作于1993年，深墨色一定是画面结构在画面的最上端垂直的向下倾泻，如行动画派泼到颜料那样至画面下方变成深灰色墨，笔形宽窄相间，上下呼应，在垂直结构中穿插一些水平横线，粉红、深红、草绿、淡黄等色排布其间，大小形状相互分离，形成空间结构。偶然的水墨效果给予保留，不理想的地方根据整体需要精心调整，达到更整体的目的。这样的作品不需要再问画的是什么地方的景色，这是水墨的世界，这是自水墨诞生1000多年来，水墨不再是载体，不再是依附，而是独立的水墨自身。20世纪初以来，中国绘画艺术的现代梦想从林风眠到吴冠中经历了将近100年的探索创造，在吴冠中这里取得了新的成就。对于吴冠中的艺术价值，我引用艺术评论家的话来说，第一是对形式美的探索，
吴冠中非常重视对形式美的规律的探索，在实践中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绘画创作理念，为中国绘画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。他提倡把握形式美的规律，认为只有把握形式美的规律，才算把握了美术的核心。第二，对中西方绘画艺术道路的探索。吴冠中一生致力于中国画现代化和油画民族画的探索之路，他用现代设计的审美法则和图形表现语言，把东方水墨画和西方油画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进行糅合。第三，是对传统和西方绘画文化的兼收并蓄。吴冠中将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与西方现代绘画观念有效地结合起来，创作了大量具有现代气息和个性鲜明的绘画作品。他做出对中国传统绘画形式和传统绘画线条的变革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。90年代后期，吴冠中的水墨实验更加开放，创作更加自由，一些作品保持了原来意象与抽象的结合，但是已经是更加强烈的视觉特征，题材范围更加广泛，无论古今中外，只要符合自己的艺术思想就拿来使用，并且做了完全的改造，如古代的题材做现代视觉的再现，如西方的视觉做中国式的表现。还有随着中国现代化发展，城市面貌和城市景观发生了巨大改变，这一题材也进入吴冠中的视野，用水墨形式表现，而且是现代水墨的形式，又走在了时代前面。另有一些作品朝着纯粹抽象绘画迈进，他要与波洛克比一比，中国的抽象水墨是怎样的味道，用中国的语言、中国的材料、中国人的感觉画出中国气派的绘画，这是一个将近80岁的艺术家无畏的精神斗志。2000年后，在2005年，艺术家回到了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汉字艺术中，这是一种生命的回归，也是一种灵魂的回归。但是它不是倒在传统里，而是要以新的姿态回应古老的文字艺术，它要在这种艺术形式中创造新的视觉形式，它要在文字中书写出表达自己人生的经历，表达自己的思想，表达汉文字的深邃内涵。我们再回到作品欣赏，这幅作品创作于1995年，以松树为题材，艺术家已经不再画具体是哪个场景的松树，而是以松树的形态为题，如枝干作为线形布满画面，扭动交叉，如松针作为点面分布其间，疏密有致，取得形式的美感。画面是有空间的，重墨和淡墨之间精确地降低色阶，表达空间感觉。这幅作品创作于1995年。传统中国画最大的特点是用线，这个传统如何在现代生长出新的生命，所有的中国现代艺术家都会想到这个问题。老艺术家的这幅作品展现了全新的线之美，第一是画面空间控制了线形的结构，第二是线形受着内心旋律的引导，第三是用笔划线注入内涵的力量。色彩的主体是浓墨色和淡墨色，其他则是作为保障墨色明亮对比，色彩还是用基本色，也是艺术家最喜爱的三种色，红黄绿。点的作用不是作为形式结构，而起到的作用是加强画面的空间。这幅作品创作于1996年，题目是祈祷。这幅作品可能联想到树的枝干交错，但更应该看作是纯粹的抽象绘画，纯粹的水墨抽象绘画。画面结构布满浓黑，留出空白用于通透，粗线为主，细线搭配，黑白分明，宛如黑色生光，红黄绿三个基本主色
对比黑白之色，还有空白之中淡墨线缓和着这种对比。正如前面所说，艺术家的题材已经扩展，只要产生灵感，无论古今都拿来使用，但是要重新诠释，要把形式美的因素表达出来。这幅创作于1997年的作品，剪取了唐代故宫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的一段，线与色块就像被音乐激荡了一样，随着人形与乐声飘动了起来。画面以色彩为主，淡墨色与红黄绿和人物的粉面以及黑色的发髻和谐的相处一起，赋予了古代绘画新的生命。这是以都市为题材的作品，创作于1997年。艺术家在都市的建筑结构上找到了发挥形式的元素，加以强化，横的和竖的线形作为画面基本的结构形式，我们可以联想到蒙德里安的抽象绘画。艺术家不是在表现城市实际的面貌，而是成为一种绘画的形式，特别是成为水墨绘画的一种形式。这种都市主题的水墨，在当时吴冠中的作品是一次开端。这幅作品创作于1997年，题目是《墙上秋色》，主题虽然是来自爬满墙壁的藤类植物，但我们不会作为表现植物的画面来看，这完全是用线编织而成的生命网络。艺术家写道，素白的墙诱惑画家的欲望，但却被爬山虎之类的藤线占领了。藤由青春、中年而老年，缓缓延伸其生命之网络，网络中织进了春秋之轨迹。这幅1998年的作品不再是具体的题目了，直接取名为《逍遥游》。我们前面提到吴冠中的水墨已经纯粹抽象，绘画的主题就是绘画的形式。这幅作品与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波洛克的作品有相似之处，但情趣完全不同。这幅作品创作于2001年，题为《朱颜未改》，作品题目取自古代诗人南唐后主李煜的诗句，但是做了新的解释。艺术家说，我浓墨重彩一味显示朱颜未改，或朱颜不改一厢情愿，这样的情思就落入到了红黄绿粉色黑白灰色的排布中，倾注到了用笔的宽线、窄线和点块上。这种视觉的水墨前所未有，可以说吴冠中已经将水墨带到了纯粹绘画的境地。2000年后，吴冠中的一些作品为现代水墨艺术开拓了更多可能性，对墨的认识，如作品《听惊雷》，对墨色结构的认识，如作品《回音壁》，对点、面、线、色结构的再拓展，如作品《华章》。汉字书写或成为现代水墨形式的新媒介，如书写作品《土地》。21世纪初的十年是吴冠中最后的十年，艺术家的艺术之花开得自由奔放，炽热璀璨。在艺术家这里，抽象与具象、中国画与油画、东方与西方，这些似乎都已经不再重要，重要的是艺术家真实自己，我负丹青，道出了这位世纪老人对艺术的赤诚热爱。吴冠中为艺术奉献了自己的一生。这一节就到这里，下一节我们分析吴冠中水墨形式的方法。谢谢大家，再见。